欢迎回到现场。连续举办第五年的 Yamaha Cup 足球赛，今年会从11月开始在全台陆续登场。因此，日前主办单位特地召开记者会，来介绍今年的赛事内容，同时还邀请到日本知名的职业足球队教练茶野龙行先生来到台湾和小球员们交流，鼓励他们要积极争取比赛的荣誉。小朋友们在台上卖力展现足球技巧，看起来认真又充满活力。第五届 Yamaha Cup 足球赛从今年的11月开始，到明年1月，在全台展开一连串比赛。因此，主办单位特别举行赛前记者会，希望可以吸引到更多球队还有小球员们来报名参加。そういう中でですね、この4回を見てきまして。非常に感じることはですね、子どもたちの笑顔がですね、非常に毎年毎年年を追うごとに増えてきておりますし、また参加チームもですね、1回目の20数チームから、今年は150チームというですね、数多いチームが参加していただけることで非常に嬉しく思っておりますし、またびっくりもしております。除了要鼓励小朋友们多多参与足球这一项有益健康的活动之外，主办单位还邀请到了日本知名的职业足球队教练茶野龙行来到现场，和台湾的小球员交流，鼓励大家要积极的争取荣誉。その時に子どもたちの指導と、ヤマハカップを拝見させてもらいましたけども、すごく子どもたちがすごく楽しんでサッカーをしているなっていうのが印象です。这一场连续举办到第五年的足球盛事，今年目标是要吸引到120个参赛队伍前来参加。经过11月和12月的预赛之后，会在明年1月份举行最终决赛。希望这一系列的热血赛事也可以同时让更多台湾人爱上足球，一起加入踢球的行列。人间卫视团队罗志忠台北采访报道。